家好，我是莹莹。我到了成都之后呢，还没有乘过成都的地铁，我一直坐的是公交车。不知道成都地铁什么样子的，我对面就是地铁站口。我今天决定乘一次，感受一下。我过马路了啊！对面就是地铁站，宽窄巷子站。天有点要黑了。门口还有消防车。地铁。真凉快。地下通道通往地铁口的这个，跟别的地方也都差不多。这个天普通哈，你不管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都可以用这个码。我先去了啊，在扫码口，在这个地方呢扫一下就可以进去了。好嘞，咱们坐的是4号线。还得往下走，好凉快啊。这里的风啊特别大，你看我这个衣服袋子吹的呗。地铁站好凉快啊，比商场凉快多了。人也蛮多的。只有一站，刚刚那个，哎呦，那个保安叔叔说的，只有一站。前方到站罗马市，换乘地铁一号线的乘客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还没坐明白那就到站了，哎呀太可爱了。这个站人好多呀，这咱这地铁体验的太不到位了，真想多坐两站玩玩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就感受了一站，拜拜。我没想到我坐的地方，如果坐地铁的话这么方便呀，去哪都特别近。然后咱这个天普通的码拿出来扫一下，扫，好，出来了。我以后出门就乘地铁了，地铁又快又凉快，然后还不挤，它不像上海的地铁。公交车热，它还绕圈子。以后咱就坐地铁。